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。这个是网易黄金联赛线下总决赛 D 组的一个四强双败的第一轮，这双方是10打 Lucifer 亡灵的内战。这个地图我看一下，红色 Lucifer， 蓝色是10，都是一个科技蜘蛛的开局，应该就是这个边兵塔了，双方都是这个兵塔。我觉得10的兵塔的位置还可以，笼罩的范围非常的大，因为你如果把坟场放在那个兵塔的后面的话 ，DK 是不敢进去招骷髅的，这样也是无形中的减少你这个金矿的压力 ，DK 是不敢走进去招骷髅的。他在这里被减速，你拉小狗来这里顶一顶，稍微顶两条狗在这里，他就进不去了，他在这里是招不到骷髅的，所以你的里面的农民的压力会小很多。Lucifer 也是一样的思路，把那个坟场造在了兵塔的后面，护着那个坟场。漂亮不？还可以吧，我给你们找一下好吧，给你们找一找。有点卡嘞，待会儿等一会儿。姚林是选择练这个五四四吗？没有。好像很多图啊，要刷好久。先看那个比赛吧。DK 溜进去了，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。三条狗，幺零还没升本，有点缺钱。它是一个慢科技，它科技怎么这么慢？我觉得可以早点升本了。看一下能不能砍死 Lucifer 的一个农民，我觉得应该能最少杀一个的。对对，杀一个。这个的话感觉也能杀死。哦，差一点，哎呀，刀不够长，够不着。但是有四个，一般四个骷髅的话就是围住那个农民在杀的。你看围住，再往上走一点，哎呀，这个没有围住，没有包住，而且吸空了一发 C。好，这个死了，这个农民死了，哎，刚好两个骷髅消失了，这么不给面子，天意弄人啊！这个本来农民死了已经，不过也还好，又杀了一个。刚才本来围住就可以稳稳的杀掉这个农民的，这一波姚林可以说是小赚了吧，小赚了。干扰了对方的经济，你不会还想拿吧？想多了，想多了。给你们看一下一哥的真面目，好吧？这个好像是我弄出来的图，怎么没有了呢？这个图也太狗了吧！这个群太过分了吧！发这么多的图，那个女的，对这个，看到吧？看到图了吧？不要说我不给你们看图。好了，现在120，虽然说科技慢了一点，但是它的经济是比那个 Lucifer 要好一些的。这个女的就是从北京去上海看他们打比赛的那个粉丝。很有钱了，好吧，住800块一晚的酒店。Lucifer 刚才很穷，所以他的蜘蛛补给的速度比较慢，他现在场上一个蜘蛛都没有。
我觉得没必要交这法师的，反正你杀了也到不到两级，还不把师先留着。怎么有个狗来了？这个狗迷路了吧？这个狗，卢西法在遛狗。现在如果出来个猎犬就爆炸了。卢西法刚才没有 C 出来，被妖灵抢到经验，但是宝物是卢西法抢到了。现在如果来个猎犬真的爆炸了，至少能杀两个兵。哎，打他！哎，不会走不掉吧？蜘蛛在卡位，没卡住这个蜘蛛，刚才差一点就可以杀死这个 DK 了。虽然说 DK 有鞋，但是如果你能卡住两个回合，他这个 DK 是走不出去的，是有点跳，这个年轻人有点跳，不过他有跳的资本，好吧。有人问今天有黄金联赛吗？这个就是黄金联赛的直播啊。Lucifer 现在有点被动啊，他得先升个两级，然后他的猎犬要早比对手早点出来，然后去赚点便宜。他不会连猎犬的钱都没有了吧？这么穷吗？主矿 Lucifer 8800，120是8200，差了有600块钱。感觉这盘 Lucifer 前期已经劣势了，那等下的大战怎么办？他现在要大胆的去偷点，要偷大点，然后偷到好的宝物他才有机会发回来，或者他偷到不好的卖钱也可以嘛。骷髅书 OK 骂了，120是练了一个也是骷髅书。直接扔商店了，可以。三级的 DK 想过来放一本书，看这个样子好像是想过来放一本书。哇，这个小狗瞬间被打死了一条狗啊！这条狗还没死，死了，不拿了卖钱的咯。这个书还是比较值钱的，就这么送给了对手，送了很多经验。卖钱啊，肯定是要这个书。120还是随意啊，随便一丢，好吧，这本书就被他给挥霍了。这是有钱人的做法。卢西弗要卖书啊，他的书也不卖，为什么呀？还有打蜘蛛毁灭不卖书的，幺零的小黑丁出来了，应该是想给猎犬买个毒球啊，腐球，腐球就说错了，买个球。我觉得现在眼也没什么用。地图上的点基本上被练完，姚林还是用那种抢占对方练级点的一种形式来扩大自己的优势。看不到 Lucifer 人直接去压，因为他现在兵力是有优势的，他不怕打正面。 Lucifer 四个蜘蛛，姚林五个，兵力稍微多一点点吧。哎，落地围杀，没有沉默 DK， 又放了骷髅书，幺零毁灭没有飞起来吗？幺零不会没有毁灭形态吧？好像是没有，死了个小黑和一个蜘蛛，这一波亏了呀。他没有毁灭的咯，他就不打算飞毁灭，好像是。刚才这个落地围杀 Lucifer 是非常的大胆呀，一般。
看到幺零在右边，他应该会 TP 到基地的左上角这个位置来跟幺零拉开来打的。但他直接落地围杀，他那个阵型是不好展开的，他可能觉得幺零这被自己的基地给冰冻到了，减速了，所以他就比较奔放这个落点。现在双方的兵力是一样的，幺零又来了个蜘蛛，游戏粉人口基本上追回来了。哎呦，吸空了一发 C， 幺二零这一波不能打吗？可以打的呀，对面 DK 都没魔法了，只有一发 C 的魔法了。其实 C 慢一点有个好处，就是万一你 C 中了，你就可以体现出这发 C 的全部效果。如果你半血 C， 万一对面不打了，你就浪费了一部分的治疗量。哎，又是一个远程的 C 没有 C 中，完了，幺零又救了个蜘蛛，那双方的差距又拉开了，直接打出 GG。 Lucifer，我觉得他 DK 的走位很有问题，他可能是想拉开 DK 跟其他英雄的站位，防止被一窝端的沉默，但是他站得太远了，他这个 C 没有丢中，惨惨惨。